Hello，大家好，我是启聪。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这新闻呢，就是呢，马来西亚国内呢，有一个21岁的男生，非常年轻，21岁了，我的岁数差不多是他两倍了。但是呢，他因为呢，他中学时期开始了，每天都喝很多汽水，吃很多糖分的东西，结果呢，今天呢，导致他必须要锯掉一只脚，才21岁罢了，非常可怜啊。他的问题其实就是糖尿病最经典、最典型的问题了啊。我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啊。糖尿病呢，基本上有两种啊，一种是第一型跟第二型啊。然后第一型呢，就是呢，这个人他所生产的这个胰岛素不够。所以你要另外给额外的胰岛素，它才可以正常操作。然后第二种就是绝大多数的糖尿病都是第二种，就是它胰岛素的数量 OK 啊，它没有缺少胰岛素，只是呢它的细胞呢对这个胰岛素呢没有什么反应，反应比较弱一点啊啊。等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些东西啦啊。就是糖尿病有两种，第一种跟第二种哈，它分别就是第一种是缺少胰岛素，第二种是不缺胰岛素，但是呢这个细胞对胰岛素呢不够敏感啊。我先从最开头开始说起，就是呢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器官叫做胰脏啊，小小高罢了，在胃跟肝之间啊。然后这个胰脏呢，它就是专门呢生产一种激素叫做胰岛素啊。然后这个胰岛素呢，它的功用呢，就是让你的细胞呢打开那个门呢，让这个血里面的糖进去这个细胞里面啊。它的功用就是让糖分进入细胞里面啊。如果这个胰岛素呢它操作不正常的话呢，这样这个细胞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那个糖分进去，这样呢就会弄到呢这个细胞外围全部都是糖分，血里面也是大量的糖分，因为这些糖分没有地方去啊。所以糖尿病就发生了啊。我刚才说糖尿病有两种，第一种跟第二种，第一种我就跳过不讲了，因为第一种呢是很少的类型啊，绝大多数我们平时谈的糖尿病都是第二种啊。第二种糖尿病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它胰岛素的数量是 OK， 但是呢它的细胞呢对于这个胰岛素呢不敏感，所以呢它也不能好好的操作这一个让血糖进入这一个细胞里面这个功能啊。所以就导致呢它细胞外围跟它血里面有大量的糖分存在啊。然后这一个糖尿病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最经常的原因是肥胖跟缺少运动导致啊。然后第二种原因呢，就是吃太多的糖啊，像今天的这一个新闻的主角就是吃太多的糖啊。你的身体里面的糖分越来越高的话，那糖分呢越来越来不及处理的话呢，就会形成了这个糖尿病然后糖尿病呢，可以说呢是所有病痛的始祖啊，因为呢你一旦得了一个糖尿病了，你接下来所有病都会跟着来，真的是所有病，全身上下各种各样不同的病都是来自这一个糖尿病。因为呢这一个糖尿病呢它自然而然呢它就会弄到你全身的血里面都充满了糖啊。如果你血里面的糖分太高的话，就会引发各种各样不同的疾病啊。首先首当其冲呢就是肾啊，你的腰子呢很快呢就会被破坏掉啊。所以呢绝大多数呢有肾病需要洗肾的人呢，都是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的啊。因为呢这个糖尿病呢它会破坏血管，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器官呢都会因为这个糖尿病而破坏掉血管，然后最后导致衰竭，器官衰竭啊。首先我说的就是这个肾衰竭啊，然后就最后要洗肾。第二种问题呢就是呢眼睛的问题啊，也是因为呢这个糖尿病呢它不单会破坏这个血管，它也会破坏神经，也是跟血管有关系啦啊。它到最后呢也会导致你的眼睛越来越不好，甚至盲掉啊。然后它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血管疾病。然后呢我们
最经典听到的就是呢，你的脚啊，尤其是脚啦 如果有一些伤口的话呢，那个伤口不会好，啊，伤口不会好了，然后它会越来越烂，到最后呢，你需要截肢，啊，就好像今天这个新闻的主角这样，啊，因为你的血里面太多糖分了，再加上你的那个血管呢，啊，也被破坏了。所以呢，当它有伤口的时候呢，它那边充满了细菌，不断的在破坏，然后呢，你那边又来不及去修复啊，结果呢，它就越破坏越够力，到最后你需要截肢，有伤口就不会好啊，严重的糖尿病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呢，我总结来说呢，糖尿病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最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就是第一，肾病需要洗肾，第二就是眼睛的那个会受到影响，到最后可能会盲掉啊，然后第三就是呢那个脚啊，如果有伤口的话就会一直烂出去，最后需要截肢啊，然后第四种就是也是因为心血管疾病而引起的中风之类的啊，这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所导致啊。 OK， so 我已经讲完了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来龙去脉了，我相信大家也有了这方面的认识了。 OK， 所以呢我们要怎样预防这个糖尿病呢在这里呢我必须要很惭愧的说一句了，我自己都做不到了就是首先我刚才说了那个糖尿病的原因啊，两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太过肥胖，还有一个就是要太少运动所以我都必须很惭愧的说这两个我都做不到你要尽你所能把你的体重呢控制下来，然后呢尽量多做运动我是懒啊，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维持肥胖跟少做运动，所以但是我在这里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反面教材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要预防糖尿病的话，其实是需要控制体重，然后呢保持苗条，然后呢勤做运动我坦白说了我做不到了OK，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呢控制饮食控制饮食呢尤其是糖分还有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少吃。什么是碳水化合物？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要吃甜的东西，不要吃糖的东西就是得了咯碳水化合物呢进到去你身体里面到最后也变成糖哦。碳水化合物呢就是呢我们的主食，就是饭面包面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如果是肉类鸡蛋那些是蛋白质大家要分清楚我们的食物呢通常是这两种东西就是饭面包这些是碳水化合物，然后肉类蛋类奶类这些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是蔬菜的话那些是纤维跟这个维他命 C 啦那些是其他东西啦 OK， so 碳水化合物也是糖来的如果你是直接吃糖的话就更加直接咯它都不需要经过你身体消化了，它直接就是糖了就比如说汽水里面的糖各种各样的糖果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很爱喝那个奶茶，那奶茶里面满满是糖OK， so 要怎样预防这些东西呢？首先第一就是碳水化合物尽量减少咯就是可以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饭拿少一点，面少拿少一点，面包吃少一点老实说这个我自己也是很难控制啦，我可以跟你们分享这个知识，但是我自己我也是很难控制啦就少吃这些东西到最后进到你身体里面会变成糖了然后第二就是你平时糖分的摄取更加要减少咯比如讲你出外面叫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也是满满是糖你去买一杯奶茶更加多糖，你喝汽水整罐都是糖这些都是糖，所以要怎样呢？对，喝汽水当然少喝是最好啦，如果你非喝汽水不可，你要找那种无糖的汽水，像 Coca-Cola 也有无糖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无糖的汽水了去选这些无糖的汽水来喝 OK， 然后第二就是你在外面喝茶什么都好习惯一点叫胡老板你少糖少甜习惯一点 order 一下咯就是要这样尽量叫它少糖少甜有时候呢如果你完全不要糖的话呢你自己放代糖也可以，但是现在代糖呢有两种以前
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是用另外一种人工代糖啊，但是最近有一些医学报告出来说这个东西可能会致癌，所以呢又成为了一个争议啊。所以现在呢，其实有用另外一种代糖是比较天然成分的，叫做 stevia 啊，类似是从一种植物那边提炼出来的啊，用那种应该还 OK 啦。如果你是担心之前的那种代糖的话，就不要用，你就用这个 stevia 做的这个代糖啊，也许还 OK 一点啦。OK， so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这些东西啊，其实要避免糖尿病啊，最主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体重，多运动，少吃糖，少吃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如果真的要吃甜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无糖的饮料，无糖的汽水啊。然后呢要有甜味的话，就用代糖，代糖当然你可以用那个 stevia 的那个代糖啊。OK， so 就是这些建议啦啊。如果可以postpone 你的糖尿病，可以 postpone 到几久就最好了啊，因为呢你可以成功的拖延啊一些问题，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眼睛的疾病啊，还有啊截肢啊，哈、啊、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病啊，可以避免这些疾病。然后呢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最后就是呢，如果你已经上了年纪了，尤其是40岁左右了，像我现在40岁，如果可以的话要定期去验血咯。其实你去任何法玛系啊，你给他滴一下手指啊，他可以马上跟你验你的血糖多少了啊。不过那个不是很准啊，那个通常啊会比你真正的血糖高一点点啊，不是很准啊。啊，现在的最新的标准其实是你的血糖 6.3 以上就算是开始有糖尿病了啊。OK，如果你是去递那个，可能会比你真正 的那个价值多一点点啊，可能原本你 6.3 的，你去做那个递一下手指的那个，可能会去到 7.3 左右这样啦，会高一点点啦。如果你要更准的话，你去找一些诊所，它有一个机器啊，是专门验这个血糖的，更加准的，它就非常的精准，但是它给的数字呢都是正确的数字，然后会比你平时在法玛西递的那些啊低一些啊，法西定那些肯定是高一点的啊。OK， so 你要确保你的血糖如果是在 6.3 以下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如果你的血糖是在 6.3 或以上的话，其实你已经开始有糖尿病，而且你必须要看医生，而且你可能要开始吃药了啊。大家听到吃药不要先惊慌，不要觉得很害怕，其实吃糖尿病的药呢只是一种控制的手法啊，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治疗，它是要控制你整个身体的情况啊，不要让它恶化罢了啊。但如果不明白的话，直接去问医生啊，医生会跟你讲到更清楚了啊。好，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